歡迎你再次回到我們的新聞現場，即刻帶你看看今日地方新聞。康護健康向來都是不容易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人民對於良好生活這個概念的理解相比幾年前可能就有所轉變了。高膽固醇、骨質疏鬆和糖尿病等的狀況都可能會隨著我們的年齡增加而找上門。全面徹底的檢查可以令你的家庭醫生了解到你的健康狀況，對於日常生活習慣提出建議，而且是及早地發現潛在的嚴重疾病的症狀。眾所周知，美國的亞裔老年人因為較少攝取牛奶、奶酪和其他形式的乳製品，所以患這個關節炎和骨質疏鬆等疾病的風險是比較高的，需要嘗試吃多些高鈣的毛豆和豆腐，保持均衡的飲食，而攝取足量的鈣以及一些其他的營養元素，還可以預防牙齒和牙龈的疾病。聯邦醫療保險年度投保期限即將到嚟，熟悉的聯邦醫療保險專業知識的註冊保險代理人可以幫助你選擇最適合你需求的保險。惠安納的計劃當中包括了懂得講中文的醫生，清楚地了解到你的具體健康需求。如果想了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的更多資訊，請訪問網站 www.medicare.gov 或者致電1800 Medicare。 而聽障人士是可以打電話給1877-486-2048。惠安納是一間領先的保健公司，致力於幫助數以百萬計的醫療和專業會員達到他們最佳的健康狀況。惠安納在1984年開始在加州服務，為僱主的團體、政府項目和個人提供多種健康藥品和補充的福利計劃。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資訊，可以打電話到惠安納。